朋友都快被我整疯了。我和朋友在最真实的卡车模拟器里一起拉货，但是我那时候在边开车边玩手机，我的车都已经快扭成蛇了，我都没发现。直到我在后视镜里看到了朋友那几吨重的卡车几乎腾空而起，于是我立刻摇下车窗关心了一下朋友。其实开车最难的点就在倒车和停车，倒卡车和停卡车那就是地狱难度啊！这车头跟货箱谁也不服谁，我都快疯了。我朋友就在旁边，他都快进化成一只鸭子了。经过快一个小时的努力啊，终于貌似走上了正轨。我操！我操！打盹了，请勿疲劳驾驶啊！